好，欢迎来到J哥不错。J哥现在人在日本东京，我们现在呢，在我最喜欢的日本的早午餐品牌叫做 Mercer Blanch。J哥已经在很多年前呢，每次到东京来的时候，一定会吃 Mercer Blanch。那 Mercer Blanch 让J哥最惊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法式的吐司。这个法式吐司呢，非常非常的美味。我觉得以前我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吃过这样的早午餐，是用法式的吐司，然后配上这个我最喜欢的煎鲑鱼，然后还有这个培根，然后蛋，然后另外还有沙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少在台湾见到。我们比较常在台湾见到的是澳式的早午餐，或者是美式的早午餐，或者是台式的早午餐。但是呢，这个是属于日本人做的纽约式的早午餐，对，比较 urban， 比较都会的感觉。那东西非常的美味，每个套餐会有两块的法式吐司，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点一份这个主食的餐点。但我最喜欢的就是鲑鱼，另外还有非常人气的就是煎鸡腿，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牛排啊。或者是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再搭配一个前菜的沙拉跟咖啡或者是红茶，这样子一个 set 就会让你的早午餐变得非常的丰富。那即将呢会将这个品牌引进到台湾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听过这个品牌。那有一些人每次来东京呢都会跟J哥推荐，我看到我很多网红的朋友每次来到东京呢都经常会来 Mercer Blanch 吃早午餐。那我也希望很快的能够把这个日本人做的纽约式的早午餐的风格能够带回到台北，让台北的消费者也有一个全新的很好的早午餐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做招募，我们希望你喜欢早午餐的朋友，你喜欢这个日本人做的纽约式的早午餐的朋友，欢迎你能够加入 Mercer Blanch 的行列。那招募的讯息在这里，所以请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你投履历到这个地址，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系。那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把这个新式的早午餐能够带回台湾。 OK， 好，这个不错，我们下次见。